次奶嘢，然之后开极系咁 WhatsApp 错误，有话我其中一个群组系有北屎定乜鬼嘢，总之我一开就咩咩 WhatsApp 错误，黐线，已经系我面对 WhatsApp 嘅错误已经好多次，跟住你话冇系得你有，我相信有啲人咁讲，但系唔代表佢好咯，你斋系 backup， 你自己试一次咯，你而家试下转转。你如果是用 Android 或者 你本身 iOS， 你想转下第二个平台包你奶，你个体验一次几黐线，点搞极都搞唔到，就系冇得搞。尘世间最惨嘅事就系话俾你听，系啊，搞都冇得搞，咁啊最灰，唔知点做好。但系又焗你用喎，因为你冇话我而家开始宣布唔好大家。唔使用 WhatsApp 揾我，已经 delete 咗我 WhatsApp 账号，唔使揾我，我唔会复啊啊！梗系佢你即刻自己俾人自己自断六亲绝交啊！你咩工作上啊咩都揾你唔到啊，丙你 Facebook Messenger 都好用过嗰个咩啦 WhatsApp 啦，大佬都唔知朱伯克买嚟做咩啊 ？WhatsApp 系 Facebook 买咗嘛，傻仔啊！即刻执咗佢啊！好似咩微软买咗 Skype 之后，觉得自己嗰嚿嘢唔掂啊，执鬼咗佢啱，即刻买完即刻接咗佢，而家所有将佢合并咁鬼劲 ，Facebook 嗰个写得好啊，方便啊 ，WhatsApp 嗰个写得差。哦 ，WhatsApp 唔系啊朱伯克整，所以就写得差。朱伯克嗰啲都系有脑之人啊！你又见到写啲嘢都系有人性化、有脑、有智慧吓，唔会叽哩咕噜。你喺边度？我电脑用 Facebook 吓、啊，喺手机用啊，跟住你打啱密码账号咧，好清楚啊，可以睇到。因为咩？点解唔用飞鸽传输？系啊，飞鸽传输都好过 WhatsApp 啊，你唔使。你飛鴿傳輸就嗰、那個你嗰啲 history， 你咪收自己收哦，傳完嗰封信你自己收喺櫃桶底，跟住你得閒 back up， 你咪抌落第二隻白鴿度咯，好簡單，影印一份掉落啲白鴿度，仲簡單嚇，啱唔啱？一下咩朱黑白鴿幾時先可以聽到達叔叫佢？佢以前就叫朱伯克嘅，你知唔知啊？以前一开头嘅译名根本唔系叫朱伯，朱黑伯格啊！大陆嗰啲先中意有啲咩格格嗰啲啊，好多音节，根本以前就叫咩朱伯克，你哋又中意叫大陆嗰啲译音啊？你哋又中意咩朱黑伯格？人哋嗰个咩叫咩 Superb 就系咁样，就系、是、三个音 Superb 啊！啊，贝克汉姆咯，你哋中意罗纳尔多，你哋中意朗拿度，根本就系、是、你睇下中文本身就系彭定康啊、肥棒啊咁样啦，咩魏奕迅，简简单单，凡系咩四个字多数都系大陆译名啊，或者台湾咯，你又中意译呢啲吓朱克伯尔格咁啊，你应该嫌四个字仲少啊吓。啊！你个嗰啲朱咩啊？朱克伯格系嘛？啊！朱哇读起上嚟都已经想喉咙都打棘，极难读。朱伯克啊，朱伯克啊，啱唔啱？总之就系咁样啦、啊，呢啲就系、是、哦。冇可能又输，一定要我哋今场攻咁多球，冇理由俾人逼害，点都要入翻球。哦，朱伯克噶，朱伯克。咁总之啱啱我讲太远啦。总之就系咁多个咩成绩，咩成绩入边，我够胆讲话 WhatsApp 系最差嗰、那个。我建议我俾一粒星。嗰啲咩 Google 咪 download 咩市场啊？Google Play 啊啦，一粒都俾多啊，零星啊啱，又大，我傻嘅先用留言低能仔可使用 WhatsApp 吓、啊，傻仔专用软件，俾低能嘅聪明人高 high class 人用高级吓、啊，我同 KEBB 就会用 Line， 我就会咁样留言。
傻仔请继续用，傻仔们请继续用吧。香港人最喜欢用。啊，Telegram 最好用，最好用我唔讲。依家讨论紧边个最废，最好最边个最好用，即系啲见仁见智啊。但系最屎嘅咧，即系屎系难食嘅，就个个人有共识啦。屎人唔食得落肚，即系最好食。有啲人中意食鱼翅，有啲人食鲍鱼，有啲人咧又觉得哦清清地啊，嗰啲食斋啊最好食啊。见仁见智。最好情人眼里出西施 ，number one 咧就好难讲嘅，但系最差吓、啊、包艇嗰个咧就有共识嘅，大家系有一个客观嘅标准，系啊屎嚟啊垃圾啊呢、這个垃圾啊垃圾，唔会话屎唔系呢嚿屎，唔会有人，即系除非嗰人黐孖筋就会讲呢嚿屎香、啊，食得个吓、啊、色香味俱全呢、這个啊。百年难得一见嘅屎咩沉香屎乜乜乜冇啊！正常噶，唔会有呢啲嘢，除非佢黐孖筋。所以就系、是、你话咩 Telegram 最好用，我不会即系有太多个争辩话呢样嘢，因为今日本日要谈即系讨论嘅探讨嘅就系最废，而唔系最劲。武林大会啊，择日再战边个最好用？因为而且呢啲系冇一个原即系好客观可以 KO 到嘅。即系呢个功能好啲，嗰、那个即系呢方面好啲，等等等等等，即系各有所长，就好难有一个客观评论。例如话咩，即系总之就系各有长处啦，系嘛？好，嚟拉有咩长处啊？拉有啲贴纸啊，系嘛？即系得意啲，有咩游戏玩？我而家有啲友好中意玩咩拉高达咁，即系类似呢啲啦。拉有呢啲咁嘅长处啊，啊咁啊，又过 file 又方便 ，Facebook 咧就即系方便咯，又可以有咩啊？俾拇指啊，即系直接 send 啲 Facebook 片啊、图啊，咁啊好方便啦、啊，即刻见到啦、啊。同埋有雲端咯，嗰啲 history 係嘛，即係你邊度用電腦又用到，手機又用到，係嘛，即係好方便啦。Facebook 嗰個最容易唔使裝添啊，你拉嗰啲又要裝個電腦版拉先用到嘛。Facebook 唔使，直接上網你已經睇到啦，係嘛？嘅呢三，總之就係大部分嘅通訊軟件嘅長處就係佢啲所有嘢都 save 喺 server， 跟住 server 好少冧檔，人哋幫你慳曬啲位嘅，做好啊嚇、啊。總之就算冇 server 都好易搬，但係 WhatsApp 就最差，冇任何 WhatsApp 有咩好處，我咪講一樣啊。可否講一個 WhatsApp 好處？我真係講唔到，對唔住，一個都噏唔出啦嚇、啊，多人用咯，多傻仔用。我嘅结论 ，WhatsApp 嘅好处就系多傻仔用啊 ，WhatsApp 最好用，啊 WhatsApp 最垃圾最废，你熄火呢位兄弟 ，JP 兄弟 ，Cam JP， 保安问题，保安有咩？保安 WhatsApp 保安好好咩？啊，有几好啊？都系好差，好多垃圾信息啦。之前咪一样有咩？佢话 WhatsApp 会冇广告。我咪一样收过，一样有。之前又唔鬼记得有啲唔知咩太空 account 嘅咁样咩补习啊定乜鬼嘢，有试过啦，咪一样有吓、啊。即系同埋一定系要咩俾电话人啊？你电话个私隐号即系好紧要啊，大佬。你俾个拉人，你可以保障自己私隐啊。拉 ID 我啊冇啊，我俾个拉 ID 你啊。咁佢冇得電話騷擾你啊，或者點樣 ？WhatsApp 你是但亂咁打一個電話咯，91234567，跟住就有條友喎，咁你是但喺度騷擾佢都得，拉唔係喎，拉你 set 咗係嗰啲即係唔俾陌生人打即係嘈你嘅，佢就要 at 你做 friend， 你睇下呢個乜水啊，冇人識你喎，即刻 delete 佢 ，bye， 吔屎啊！你即刻咁樣就搞掂，係嘛？私隱最差，我話咩？仲話 WhatsApp 好，仲有咩好啊？你繼續同我辯論啦！即係管嚟放馬過嚟，冇一樣嘢。我咁講，你哋講 WhatsApp 就係冇長處。啱啱又話咩？就係、是、貪 WhatsApp 冇長處。我話點會貪冇長處好？入啦啩？啊！
又话咩得罪用 WhatsApp 嘅人小心出街俾人打，嗰日一拨将你拨乱反正，系咯，知道你哋行咗入咗魔走啊，搭晒，而家我要将你带翻去，吓、啊、绝地武士正確嘅道路。又话咩拉会俾人 hack 嘅，拉 WhatsApp 你 WhatsApp 系闪，除非你闪卡俾人偷咗系嘛，先唔会俾人 hack 你。你嗰啲 line 唔系都好似可以绑 SIM 卡啊？好似都有啊，大佬唔知喎、啊。呢、這个如果系咁嘅话，你可以话系唯一一个好处咯、啊。WhatsApp 就一定要跟 SIM 卡啊，咁就包保唔会俾人 hack。好，睇下呢球点啊？撞到埋去，出唔出到？吸到过嚟。哎呀，可惜啊！如果你手机跌咗啊，你张 SIM 卡，除非你即刻 cut 咗佢咯，又保领过咯，否则嘅话你都系有机会俾人盗用你个 WhatsApp， 好多好麻烦，最好系又啊，最好飞鸽传书啊，最怪，除非你白鸽俾人射死啊，或者点样咯吓、啊，有冇啲高智商动物系负责帮你？出或者咩啊？嗰啲魔法、心灵感应啊，好似咁样即刻全心术弹俾你啲千里传音啊，最好。快啲出个 WhatsApp 对抗下，可以啊，好啊，我咧即刻顶死晒。啊咩？可以自动帮你删除记录，全党死清光。咩删除记录啊？咩？如果 WhatsApp 揾我卖广告制唔制，同地铁一样咯，肯认错，肯俾我俾意见，我咪考虑下咯。拉贴图好正啊，系嘛？都 OK 嘅，都得意嘅，有啲咩啊？啊？总之就系咁，我嘅见解就系唔好用吓，即系麻烦，依依格格。边个最劲唔讨论，即系一系冇得拗撬嘅，即系呢啲嘢系嘈到听朝，但系最差就系咁样咯。咁咧讲下其他新闻啦，之后咧仲有新闻咧有关足球嘅，就话说咧佢系咩柏图，佢话柏图咧大家知边个啦，巴西前锋嘅，而家都好似以前系 AC， 咁啊而家好似都耷咗好多啦。佢话当年咧柏图咧就喺 AC 效力嘅时候咧，佢话咧佢唔知佢话咩佢。唔知佢讲佢喺嗰个佢话佢踢个位就唔知系喺马甸尼同朗拿度之间，佢话咁讲。之后咧，佢话咧坐喺我对面咧就系卡卡，我估系嗰啲更衣室定乜鬼嘢嗰啲位。佢话咩有一日咧就唔知咩朗拿度啊，攞住本 Payboy 即系咸书啊，大家知道啊，攞住本 Payboy 话喂。我话你不如加，我话你要唔要加入我呢个阵营啊？佢话我呢个阵营就系吃喝玩乐阵营，就系、是、可能日日嫖妓等等等等啦、啊。咁咧之后就话或者佢话你可以加入卡卡嗰派，佢话卡卡嗰派咧就系咩传教士派，就系即系唔嫖唔饮酒唔即系唔生活差定点样嘅。咁咧就最后咧，佢喺呢个报道咧，佢就冇讲到话最后柏图拣咗加入边派，但系佢话就系即系回忆，佢就系回忆就系当时朗拿度就有问过佢咯，话你想加入边派啊，吓含即系夜蒲派定系卡卡嘅传教士派啦，应该就系朗拿度就系嗰个光头佬朗拿度咯，最个哨牙咯。沙华道咯、啊，啊！你点睇？你估柏图有拣边个？如果佢可能而家都唔敢讲，惊得罪一边人，所以佢又冇讲到咯。但系佢又即系意思就话俾你听，就系、是、有呢、這个就系啲友系有啲球星好难玩咯。我咁佢又冇讲话喺我夜蒲派仲有边个啊？卡卡都唔系 keep 得好耐嘅，不过就算佢话佢系传教士，吓、啊、你点睇？卡卡而家都好似跌咗好多咯，耷咗好多咯，好快回堂啊！嗰阵时个高峰期，卡卡系同啊咩舒夫真高嗰阵就最劲啊，跟住而家就都耷耷地，而家喺边啊？仲有冇喺啲一级球会踢卡卡？当年又系晓飞，又系受伤定点样之后就？
濑咗嘢。巴西嘅球星最强最劲系边个啊？卡路士最巅峰 ，keep 得好好。卡路士咸唔咸湿噶？有冇票啊？好似都有喎。卡路士系咪有票票记？点解我哋系好似咁易俾人入波啊？又唔快啦，算打几年，有一段时间嘅啊，喺皇马伤嗰日跌咗锅，好似系 AC 都仲系几劲，跟住后来就争柏图都好快啦，得啦，柏图威咗几耐啊？柏图嗰阵时又喺 AC 红嗰，又系好似好劲，跟住过一阵又即刻得晒，即刻完全唔掂当，系嘛？巴西又得。李华道系咪 keep 得耐？李华道都好咸湿啊，但系都 keep 到，次次打亲，就算佢球会踢得唔好，佢国家队都系一流啊！李华道都劲，朗拿甸奴高峰期佢都好咸湿，成日嫖，但系高峰期都短咯、啊。但系佢喺大球会踢嘅都踢咗好耐，巴塞都几年，跟住又去 AC 之后，仲有冇啊？哇，可惜啊！又咩人哋叫米兰唔系 AC， 不嬲叫我系咁样讲就系咩米，即系佢咩意大利系咁叫噶嘛 ？AC 米兰就叫咩米兰，跟住如果国际国米就叫咩 international 定 inter， 佢哋嗰个缩写系咁样咯。但系通常香港人就会叫咩 AC A 米国米，通常系咁叫啊。高峰期仲有边个高峰期内最耐嘅？我谂卡路士算系其中一个，卅几岁仲系超劲。跟住其余都仲有冇边啲啊？朗拿度都 C 朗咯 ，C 朗都劲咗好耐，即系做咗球王好耐。美斯、C 朗、朗癫就唔得啦。咁之后除咗呢一单新闻咧，之后咧仲有嘅，仲有一单新闻咧就系、是、又系有关足球嘅，就讲。即系巴塞而家就系 MSN 阵容啦，美斯、苏亚雷斯同尼马三箭头、三叉戟。咁咧就有啲人会话，即系啊，美斯系球王最劲，咁啊，其余两个啊陪衬定点样啦？咁但系咧就佢最近咧就拍咗段片嘅，拍咗段片咧就帮呢个苏亚雷斯平反嘅。咁咧就。唔知冇耐之前咧，就有一段片咧，就系美斯自己踢个波，唔知踢到上十几米之后，黐翻个波落嚟咧，系唔会弹弹地啊，咁啊黐得好靓。咁今次咧段片咧就系有一个唔知卅几米平台，咁咧就碌个波，唔知垂即系平放咁揼落嚟啦，俾地心吸力卅几米咁揼落嚟，叫苏亚雷斯控。咁苏亚雷斯咧系黐得超靓，又系超劲，咁啊黐落地。之后美斯喺隔篱都喺度话劲喎，定点点点点系呢个咩 Adidas 嘅广告，即系宣传就啊 Adidas 好劲啊，点点点类似系咁样啦。跟住就啲人就话，其实苏亚雷斯就唔好睇佢话大大份，其实佢嗰个脚底功夫咧，其实都好鬼劲啊。你黐波黐波，你睇朗拿甸奴嗰啲人系超劲，唔知几多扭控落嚟都系定到不得了。黐波啊，好鬼难派路啊！嗰啲一流嗰啲人都系可以好犀利啊！黐波咧，嗰、那个最紧要就系嗰下射力嗰下。你如果劲嘅人咧，系会落少少细，即系佢一个波一揼落你只脚嘅时候，你就要类似落少少倒西咁样，跟住佢个波咧就即系你唔好系，当然唔好硬碰硬啦。如果唔系个波就会即系有反作用力，坑落你只脚度，即刻弹到劲远。落少少船咁样，落少少倒西，跟住佢跌落去嗰地咧，咁啊佢自己转咧就会射走倒力，呢、這个就系好考功夫咯。咁啊，你又啱啱好就系、是、你逗住嗰个波底，咁啊先得嘅。如果你啊即系控制得唔好，拿捏个时间唔好啊，咁就自然就差好多啊。又话咩？点样黐落嚟就系咁样咯。你一喺你只。波接触你个脚面嘅时候，你射到嗰个力咪就可以射，即系就可以黐到落嚟咯。你射唔到嘅咪弹到唔知去边咯，乌里马查咁样咯。呢下就系嗰个关键。咁高手就
睇到个高度就知道几时要发力啊，或者点啊，佢自己有个预算啊，即系身体本能、肌肉记忆嚟嘅，唔系自己计算啊。好，差唔多啦，一秒两秒，差唔多要揿啦，揿掣，咁啊唔系，就系自己肌肉本能入啦啩，黐孖筋啊，被迫害。有人听讲达叔喺宇宙个波喺宇宙跌落嚟都可以即系黐到啊！宇宙落嚟就宇宙落嚟要有个难度咯。你宇宙正常无重力，跟住变到有重力系有个过渡噶啊！啊个波会变咗灰，你知唔知啊？喺个大气层入嚟应该唔得噶啊！即系你知道嗰个大气层会摩擦啊，跟住你个波咁样一路磨变咗粉。啊！除非系嗰粒波有啲咩保护啊，定点样咯？有层嘢啊，咁样咯，顶住有个外壳啊，钢铁球，攞个铁球包住，跟住一路磨，计好晒，你攞物理学家计好，跟住就可以啦，你就可以做到。你可以发射一个导弹喺卫星嗰度射落去，模拟即系嗰啲咩星球大战，咁啊嗰个核弹嘅弹头咧就唔系炸弹，就系嗰个足球，咁你喺嗰度射落嚟，可以试试，可以做一次咁嘅实验咯。你中意我表演，可以试下攞核弹嘅，我啊照次将粒核弹啱啱好射落去地下，呢个就系嗰个核弹头啊。动画筹款我表演一次啊！我叫美国咩拉萨喺嗰个咩哈勃望远镜定话做咩事，系咁喺度举手咩战术喺度讲嘢喺度，哇！反人墙战术哦，想攞个波边有咁易？好箍到波啊！睇下点啊？拨翻中间先，对面好多人啊，中场抢逼。要开始入涉㗎啦，嘩对面就包啦好实。好俾咗上去。再嚟啦，睇下你点啦。呢下想俾个直线仲有冇机会啊，我识啊。又话咩啊，流星都黐到。流星都话流星呢啲系去到大气层已经唔得，陨石嗰啲人啊。嗰啲咩陨石浩劫啊，嗰啲乜咩哈雷彗星要冚落地球，咁嗰啲我就好系黐到，不过黐完都唔知点好，即系成嚿，例如一个成嚿太阳已经大过地球，咁我黐完之后我摆落地球，咁地球嗰个轨道已经歪鬼晒，呢啲情况就系最好窝里插会蛇要睇情况嘅，即系好似玻璃唔系下下黐落去，有时就要第一个温黑住。一脚 ban 翻落去嗰、那个边度嚟啊，边度去啊，兜走去咁啊最好啊，唔系下下要黐嘅，知唔知啊？最劲黐落嚟都劲啊，但系唔黐后不着地就咁掟埋去而入波吓，呢、啊這个就系更加劲嘅技术嚟嘅，就唔系个个人做到啊，知唔知道啊？啊咩？踢过一次波好废，俾人扭到臭晒，最后黑面撞人，黐孖！你好，我话咩？我见过你踢波啊！你踢波下下唔系踢人，唔系踢波就咁一嘢出旋风腿踢人。你讲呢啲冇意思，下下就讲呢啲污人清白。我见过你啊，吓、啊、四围讲粗口闹人，周街咁样冇证据，咁有咩意义？梗系有咩损人不利己嘅说话讲啊？何必呢？吓、啊、冇意思啊！我叫你周街斩完人添啦，借人一亿唔还，之后斩死人咩指合藏尸，哈哈，冇意思讲呢啲说话点啊？周街啊，周街讲粗口，随地大小便，我见过你啊，我见过嘟 A B C 一二三四呢位兄弟啊，周街屙屎咁样，咁啊好串真人，咁我每日咁讲十个，抽十个人出嚟咁讲，有咩意思啊？小明六七八兄弟啊，试过随地吐痰，日日对住某个坑渠吐，掠口水掠到坑渠塞晒，咁样咁样啊，跟住日日喺度讲真，跟住话佢喂唔应该随地吐痰，之后出手打我，好串，咁有咩意思？
啊，阿爸，哦，喂，靓啊靓啊，可惜啊，啊咩好小气黐线，咩我嘅意思系讲你啲说话系冇意义，即系讲呢啲系口同鼻拗，即系冇意义，即系冇。啊！探讨嘅价值冇一种有深层次嘅意义喺入边咯。诶，小心啊啲吓，好清咗出嚟啊！睇下点啦，边路铲落靓波啊，抵啊，受咗伤啊，唔使理佢，继续开波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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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又系咩口水塞坑渠？有咩问题？结得滞啊！啲痰太千年臭痰，棘鬼住嗰个坑渠盖咁啊，有咁嘅可能性咯、啊？有咩问题？太大毒啊！有啦呢下，我自己试啊，有冇机会保中啊？可惜争少少啊！咁咧之后咧就仲有单新闻讲啲咩咧？就系之前咧唔知大学唔知边间大学中大定咩咧，就发现咧就有。有咧就有人咧就喺度偷影冲凉，咁唔系影女仔冲凉喎，系男仔冲凉喎。咁你知大学宿舍嗰啲浴室咧系共用啊，咁咧就话有人咧就之前已经俾人拉咗啦，俾即系影人相嗰个就事发前咧就已经咧有啲人就话试过冲冲下凉，发现咧有人咧就咩攞手机影。咁咧就訪問過啲人嘅路邊啲人，之後有啲人就即係有唔同地方嘅學生啦，有啲內地嚟嘅學生都話咩好奇怪，點解咩男人會影男人啊？咁亦都有啲訪問啲女同學嘅，就話當然會想拉啦，即係雖然唔關女同學事，就話即係覺得好變態，即係咁樣就類似係咁樣啦。咁咧最後咧就俾人斷正嘅，就佢話咩佢又喺度想影人相嘅時候咧，就有個人咧就一嘢捉住佢隻手，見到佢隔隻手出嚟想偷影，就一嘢捉住佢隻手，等佢冇啦，即係走佬啊定點樣啦，咁啊即刻報警拉咗佢。咁咧就發現咧原來咧佢係一個研究助理嚟嘅，咁就可能都有呵住定點啦，咁我就。我哋未讲话点解，未问到话点解你要咁做啊？咁可能就系即系个人欲念控制唔到或者点样咯，啊？你点睇？可惜啊，冇办法啊，攻到入去，继续啊，逼佢啊！依个影男人相嗰啲咧，就唔系话咩好稀奇嘅事情，即系就有时就系、是。佢自己俾受到啲欲念操控，唉，可惜啊，就控制唔到咯，就会咁样。又话咩？报咗警，报咗警拉埋添啦！你报咗警有鬼用？人哋已经系捉到断正，仲使乜再报警啊？已经系知道晒。哇，可惜啊！咁咧就不过大学嘅通常有呢啲咁嘅情况啊，有时你好难唔知点解大学嗰啲宿舍啊多事干，哇！被迫害咁样顶得咁靓，哇！呢、這个身位咁鬼劲啊，得住点攞都攞唔到。大学啊，通常住科啊或者点啊，就有呢啲咁嘅事情咯。大学嘅有冇一啲宿舍咧系冲凉系有得自己一个人？自己一间房啊，自己冲冇啊，即系一定系大围冲凉咁样，跟住你又要自己拎啲咩沐浴露啊去，咁系点样？有个浴帘咁样围住嘅，即系有冇得闩门啊？定点样？有冇人知道？因为我冇住过宿舍，我就唔知嘅。如果你系哇，如果你就咁攞个浴帘咧，都好牙烟喎。你冲冲下凉，跟住就有人啦，有人突然间撩开个帘，跟住走去。吓摸你啰柚啊，咁样都好牙烟噶，大佬好冇私隐可言，或者隔篱都夹嚟夹去啊，你都唔舒服啦、啊，大佬冲凉最哇，最紧要 relax 啫、啊，放松身，即系心情、身体，跟住你咁样呢啲咁样，我就觉得好似唔系话几舒服，唉呢下识得靓啊，可惜啊。俾到我發達啦，就嚼落去。
哦，冇放弃啊，仲有机会啊，铲得落去。